走进陈景祥竞选总部，柯文哲没有特别多说什么，毕竟先前被说暗指对方是黑道，让两人一度关系紧张。可以握手一下，可以了，这没问题，我感觉就好。好了，一下免人愁了。旁人也帮忙鼓噪，两人公开握手也算正式和好，柯文哲还送上好彩头，预祝连任成功。陈景祥也回礼请柯批吃最爱的花生。我感觉没有理了，没有一张张张泡茶给我喝，市长赶快来补我票，不然我至少流失几千票。我真的我就问了，陈景祥开玩笑的说，被冠上黑道可能会少好几千票，这让柯文哲赶紧再敬一杯茶。但黑道说可是让支持者不是很开心。再来讲我国威，抓你嘞！对啦，也拢甲你夹一地嘛。只要被点一次，柯文哲就用力澄清一次，因为胡乱开炮，除了自己挨骂，还有可能会影响民众党选情。对啊，这个我就是地图炮乱开嘛，夸大其词的。我常讲那个讲一整句听起来没问题，你只要剪那一段，我天哪，我这个就对我会制造很多麻烦，所以我这几天要更加的努力啊，不然票会流失啊，所以还是要澄清嘛、啊。我绝对不是黑道，从来就没有叫你。蒋万也在活动上跟陈景祥握手同台，显然北市议长在政坛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我们的世界总让人措手不及，但是我们的新闻带给您耳目一新。随着世界局势的紧张，也让通膨压力更加扩大，能源以及粮食危机已经冲击到了亚洲金融，极端气候比想象中更加靠近，您感受到了吗？关注及跟上陈莹的脚步，抵达不期而遇的国度，从容亲历您最完美的选择。东森世界日报。